你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全面战争修干度。今天我们将会用女将军来防守一支军队。那这支女将军其实有很多军队，你看一望无际。仔细看的话，其实这是一个阵法，有没有？所以我把军队摆成这样，是因为我要防守。而且我的军队总的来说是千五军，敌军的军队大概是两三千军队，所以要防其实是不简单的防守。所以暂时来说我们就是这样的来防，之后我们再看怎样。所以呢这外面里面其实你看得到是这些军队，再加这些啦，其实要把他们凑在一起一下，这些要把他们凑在一起就对了。 OK， 就这样。说你看得到这一个部分，好，这个外壳是我的步兵，这边全部都是和尚。其实你看的话，其实都是光头，都是和尚的军队来的。好，然后里面是弓箭手，全部都是挺强的弓箭手。然后我看看一下，其实就是这一排。好，这个是防守，这个是弓箭手，这个是骑兵，骑兵就放在后面，就随时随地，如果敌军逃跑，我们就直接攻。就这样子，我们在防。然后我们也有很强的军队，就是这支是特种部队吧，应该就也是特种和尚部队，就是方丈部队，有没有？谁受得了？所以挺强，20人。我还没有知道他到底是怎样的。这些其实也是。特种和尚部队啊，都是精英和尚，感觉我们是少林寺的那种感觉，不知道。总而言之就是这样，我们可以即将开始战争。好，现在回来这里找回我们的女将军开战。而女将军打仗的时候当然要骑马，才会非常的威风，对不对？将军不骑马不叫做将军，骑马不是马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话。总而言之啊，他们是超帅来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先等待我们的那个敌军好了吧。看看一下这个画面，有没有有点像花木兰的感觉。帅吧，我觉得超帅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先等我们的敌军来吧，之后我们再做定做。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做的是把我的军队，这个是 toggle gun mode， 就把他们防守，就是不要给他们动，因为有时候敌军跑掉他们会跟着跑，所以是不要给他们乱跑就随手的了，就是这么定。这个也是另一个骑兵啊，是强的骑兵，说大同小异啦。你看他们的服装其实是超帅的，觉得。来看看一下和尚，所以我们暂时就在这边等待我们的敌军来，然后顺便享受这个这么多军队的画面，等待防守。所以说实在的，如果真的打仗打起来的话，当然我们不可以打这种有防备摆阵的军队，因为非常的难打，所以电脑
一定会来攻打我们，可是我不懂到底电脑几时会攻来，而且看不到军队，看得到了，开始过来了，很多骑兵，你看，所以敌军方面是有两三千，所以我们只有一千多，所以还在等待。所以他们编排军队、骑兵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要跑去哪里，我只是在等待他们的到达的机会吧。所以你看这画面其实是超美的，有没有？那个 fix， 比起我之前，哦，忘记跟你讲了，其实为什么我设定是女生？因为我用了变声器，所以我才能是女生。因为我今天用的是女将军来，有没有？女将军当然是要有女生的风范，其实的啦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。我讲了太多废话了，我们加快速度吧。等那个敌军来了之后才比较好。看看这边，你看这边敌军开始进。哦，他们从我后面攻去。这个我要给他们过来这里防。糟糕！移位了，我们要先走来这里好了。我的弓箭手现在是先等住了，不要太多操之过急。所以我们现在暂时是先防守，等他的骑兵死了一大堆才可以好的下场。看来他们是开始败了，所以我们是处在一个有利的状态，因为他们骑兵是攻不进来。OK， 看来他们的弓箭手开始射了，我们也要补攻他们了。看看这马死了，可能这只马也是。所以我的这个弓箭手还有，我也不懂这个号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吧，对吧？所以如今的处境，我觉得我可以，那我看一下，后面也有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派兵出去，骑兵，然后往后面攻取他们的弓箭手。就是这么等。这边其实有漏了一个洞，我要防。OK， 我的骑兵现在要过来这里。跑后面攻击他们好了。Our men are running from the battlefield. 糟糕，我们的军队开始逃跑，这是一个不良的局面。
边有弓箭手。军队现在所剩无几，在这边也要跟他翻盘。这边是什么？这是我的将军，我将军被打了。这里的军队可以调配过来这里好了。仔细看的话，都有逃跑的军队，我们还是有机会。我们派这些兵过来这里好了，支援他们。反正他们都逃跑了。这边我直接攻他，攻取他们好了。其实我不懂这些功能是拿来做什么的，就是按了。就是一团糟的，你说的吧。其实我们的和尚们都防得不错，很强的。我的女将军现在过来了，我的女将军现在要过去哪里打？这是我的军队，看来敌军全部都跑掉了，我的骑兵也是都死了差不多了，七七八八了。还有哪里在打？反正都没有在打了。OK， 我们赢了。这场战是不错啦，还觉得不错。嗯，那是跟着我的女将军。这个画面挺好看的。只不过我们只有女将军，没有女兵，是这样。是他们都爬七七八八的，你嗯，我们都赢了。似乎都没有什么敌军在了，让他们喊一下。OK，
就这么等，你看他们望天。想象你就在这里面，花木兰。啊，其实我们赢了啦，我们也不用再等等太多了，就直接看看一下他的那个，我们差了几个人那种东西了。所以这场游戏其实挺简单的，因为再来说我们是占了优势，我们有白阵，他们没有白，所以这是好处。而且修干度其实挺难玩的，而且很多技巧上面的东西我不大清楚，这也是另一个问题。就是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。好，所以等多一下子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一下。我们，所以我们杀了3000人，我们死了1200，我们死了1200人，他们杀了我们1200多个人，所以我们还剩大概400了，应该。我们发兵2000，他们发兵3500，看到吗？所以总的来说，我们做的不错，哈哈哈哈。所以呢，谢谢收看，改天我们再见。